可是我们希望让白宫，我们让中南海，让联合国，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，绝对不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，对不对？两岸关系要和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慈悲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我们一样要支持政府，我们希望政府同样有更多的慈悲，更多的包容，还有更多的智慧，把台湾人民热爱自由，而且我们很包容。我们也希望中南海的领导人，中国大陆的14亿朋友，要尊重台湾，不要随时欺负台湾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们两岸是远亲近邻，我们绝对可以用善意、用民主、用和平的方式，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的幸福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大家。